好了，放学了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你要和杰瑞确立恋爱关系，并且要在他哀悼深处的时候把他甩掉，跟我在一起，否则我不光不给你解药，我还要收拾杰瑞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。对了，别想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你永远也回不去。哎呀，豆豆，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真是没想到，原来富二代都这么坏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先声明啊，我坐在后面可不是因为我怕他，是我这个人大度，照顾新同学。好了好了，杰瑞，我问你，你喜欢我吗？嗯？啊，这好突然啊。虽然我觉得你很漂亮，学习也好，但你突然这么一问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你不就是想抄作业吗？好，以后我的作业都给你抄，你爱玩游戏，我天天陪你一起，从今天晚上就开始，总之从现在开始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你一定要喜欢我。啊，好奇怪啊，我没听明白啊。哎呀，不用听明白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不管，你必须在3天之内喜欢上我，不然我以后永远也不理你。啊，为什么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被……别想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你永远也回不去。没事没事，你就按我说的去做，明天我会在校门口向你表白，希望你会答应。啊？哎，小伙伴们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如果不答应傅帅，我和杰瑞都要遭殃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只能是尽快让杰瑞喜欢我，但我又感觉太快了，杰瑞可能一时接受不了，怎么办怎么办啊？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啊？